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就是在新加坡的动物公园哦 ，Singapore Zoo。那今天呢，我就会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新加坡的动物公园是怎么样的。那这个动物公园呢，它是以那种开放式的概念的动物公园，就是说它的动物跟游客之间是没有围栏的，所以你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当然了，动物跟游客之间其实还是有分隔的，就是它会用那种水啊或者什么东西来做分隔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吧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有点像猪的这样子的一个黑黑的东西呢，它就是叫做马来貘哈。那它是也是东南亚这一带特有的动物，然后最明显的呢就是它的那个鼻子啊，它的鼻子很特别哈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它的鼻子是很特别的，然后呢它这种动物呢又是很喜欢晚上出来觅食的，但是呢它现在好像就是躲在那里。可惜大家可能看不清楚，它的后半部身体的后半部是白色的，前半部呢是黑色的，但是可惜它今天太害羞了，都不肯出来让我们好好的看一下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继续去看下一个动物吧。好，让我们来现在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兽，就是这个叫巴比鲁沙哈，就好像是一种类似山猪这样子的。它的样子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真容。那大家看到没有，在这里，这里有一只，然后它那个獠牙长得很大的，这个它的样子其实就真的是蛮丑的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可惜就是太远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叫做露珠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獠牙。是多么的大，可能我换一个角度给大家看比较清楚一点。大家看到没有，它的那个獠牙，这是真的是青面獠牙哈，哇，真的是。但是它好像有点害臊了，它都不愿意正面我们。好，它转过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去看下一个动物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这个老虎区哈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老虎在游泳哎。看看看。在游泳的老虎，然后呢，另外有一只呢，大家看到没有，在这里，另外一只白老虎呢，就在那里非常悠闲的躺着休息哈。然后这一只呢，啊，就是非常活跃哈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它正面对我们俩。他好像正在对我们凝视嘞，不知道他是看我们作为他的好朋友嘞，还是他看我们是他的食物嘞。那他好像其实也不是游泳哦，他只是在水里面走路而已。那新加坡动物园呢，原来是有非常多只白老虎的，但是可惜哈，由于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就已经是开始慢慢的老去啊，所以
在过去的几年里面，新加坡动物园呢，其实就是死了很多只白老虎了。现在看样子就只剩下两只。我们看到这只呢，就是非常的慵懒的在那里，躺着，在梳理它自己的毛发。然后另外一只呢，就在水里面游泳。哎，这一只转过来了，跟大家打一个招呼，来。然后这一只呢，在不知不觉中呢，就有从一边走到来这一边了。那假如大家仔细看的话，这些老虎其实是要跟人一样，也是要锻炼身体，这样子的话它才会有肌肉的。那因为这些老虎都被困在这个动物园里面，没有广阔的天地让它去奔跑，去训练它的肌肉，所以呢，它们的肌肉其实并不是说特别发达，有的时候你看到它们就是有点像瘦骨嶙峋的样子。那好，我们去看下一个动物吧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的呢，这个就叫做倭河马哦。Underwater Balearia of West Africa， 西非洲水里的芭蕾舞蛉。这个呢，就是说它很喜欢待在水里，然后它在水里，游泳的姿态呢，就非常的漂亮。但是，然后呢，这里呢还有跟它关在一起的呢，就是还有很多乌龟。那比如说，看这里啊，这里有越南的 Pond Turtle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这只乌龟游泳也是很漂亮哦。哎呀，来，我们过来这里看，这里有好多乌龟在游泳。大家看见乌龟游泳可爱吗？我没有想到乌龟游泳也是姿态曼妙。然后你看这里，这里是另外一种叫做麦氏长颈龟。这个麦氏长颈龟，哇，你看它的脖子多么长。然后它游泳的姿态呢，哎，也是很可爱哦。然后它的脖子特别长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哎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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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的脖子是不是特别长？然后这那里呢，还有不止一只哦，两只哦，是三只哦，在一起哦。你看它的脖子伸出来是多么的长。他们好像在做一些羞羞的事情。羞羞羞羞，但是他们好像也不是很在乎哦。羞羞羞，哎呀，你看你看，然后他们还三只在一起，实在是有点好，我们现在去继续去看河马吧，我们不要管这个乌龟了。那这里呢，哇，这个是一种跟鳄鱼有点亲家的鱼类，这种应该是叫做 alligator 啊，对，大家看，这就是上面的叫做 alligator gar。 哇，大家呢要注意看它的嘴，然后特别是它张开嘴的时候，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锋利的牙齿。然后这里呢，还有一只
大龟。这个龟呢，你看它的那个龟甲，哎呦，跟铠甲一样。哎，大家看那里有一只正在游啊。哎，它躲进去了，但是它的铠甲哈、哦，真的是很令人印象深刻。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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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哇！哇哇哇！我今天见了。来，给你看，这个就是那个 alligator guard， 让你近距离看一下它的嘴。这种东西是可以咬死人的哈、哦。绝非善类，不要小看它哦。是有极具攻击力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好像都还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倭河马。过来这边应该看到了吧？好像还没有嘞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倭河马了哈，它现在呢就正在吃东西。然后大家再看后面有另外一只也都出来了，然后还有一只，一下子三只倭河马一起出动。哦。那现在他呢就没有在水下跳舞哦，现在是他们的早餐时候，他们正在非常开心的吃着他们的早餐。他们早餐是什么呢？看起来是一种植物，是一种草，真的是蛮 cute 的哈、哦。然后大家注意哦，当他们吃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看他的那个牙齿，他的那个牙齿哦，很长很大，所以呢，应该也是杀伤力很大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打搅他们享受他们的早餐了，我们去看下一个动物吧。